不是嘞，你要看哪？我来帮你的。今天我你休息上来吃吃，给你一个五十来国本鱼。五十来国本鱼，要二十本五十来那么快，鱼就是本鱼吧，这物质吧。又把各红那个事情，你那些女的接不出这张嘛那了。讲也是一个半个脚的话，碰一下也不空出。那什么都能你五百虚长碰出。但是能过啊，碰出你还是要过脚的。你都到那出来个卡，人家个富康爱物，那么过啥月啊，富养给你又是过，这个是这个卡能多了，养国家最叫卡能。你富得个五个，你五来是个三一富贵病人，那是有价的。给你出的卡个是不要是跑去说个技能人夸彼得泄露，过个是碰出老将同意参卡上了一副说。他是从司令那里上车，然后我在刘胜给他带了一个人，他是到微服路带了一个人上车的时候，他也说叫那个人上来就上来，他强调不上来的话我不会让那个人上来，然后他说叫那个人上来就上来了，到了的时候就到目的地，他叫停车我就停车了，停车他就直接没给钱，直接就下去了。哎，我说你没给钱，他也没理我，就直接走了。后面那个人说，哎，他怎么没给钱呢？我就把车门我就拉开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没给钱，然后他从那个店里不知道是掏出来的十块钱还是从那里拿了十块钱给我，我说14块钱打表，他也说你妈了个逼，你带人了，你还想要14块钱？我也回了一句，我说你妈了逼，然后他就打了我，就这样。小美瓜，多日都多家过乘客不同意给碰车给我，那么给二位学长火吃的，但是带货你老门口的发给碰车，还是该要哈卡能力找出来。你要晓得啊，外户是澳门的日子。他带客的时候，我说不要带。那个人说，他就问那个人不说，去哪里？他说富尔姨，富尔姨嘛，我听下我们，都是正常的。听一下富二姨嘛，刚好是我归湖路嘛，我妈也良心很好的，出租车也难开，对吧？我那就上来吧，快走，就这说一句，下来，我身上没零钱，我到隔壁的店里面去借10块钱，给了他，给了他，他说14块，我说你中途接客的时候有没有跟我打过一个招呼，对吧？啊，就这样就吵吵的啊，很凶的，我的衣服装着嘛，我很。搞来搞去嘛，我衣服都破掉嘛，衣服也给他了，只能就走了。小美瓜，阿富钞票叫富哈给，该有税吧？日常把东西点给贴，结果是该只能塞，该只能把奖得给点你。那车之中，他看我抓他衣服，他就用手拳头打的这里，当时就肿青起来了。拉着我的衣服，我手回过来回过去，肯定会有的。你这个人皮肤白，一搞他就会有。你是他老公，你应该知道的。说打你的伤是会这样打，这男人拳头出去的话，你说会不会是这样的伤啊？啊，富哥，多那天过个是鬼子家送水五找五多那个，黑红的正好是一把个红子，绿那个粗都难斗，把上是家富告白，把碰下个狮子呢一打卡，本车呢，结果老蒋哥给同意，又得个处理等等那路，还上了一副说吧，这次是难亏水呢，正拿个西，二不一通带货过。早开始用里面啊有水吧，那不晓得给狮子打卡以后把眼角给晕啊回去给摸一摘出来的呢。他说我叫他别带走，他说问那个客人去哪里，他说富二姨，他问他多少钱，他说12块钱，那个客人还他价说11块，他说好走，直接就上来了么？你有没有同意那个人上来啊？你有没有那是我错了，我让他上来也是我的错，是不是啊？你现在都说的都是有道理，那你现在有什么要求你提一下，没关系的，好不好？你这样下次不跟我打声招呼，你对不对？你这都错了，错都是我错，你开口骂人，你对不对？不啊，都我错了，你现在有什么要求你也给我讲一下嘛，是不是？小美瓜，那个富是也叫富也叫个王的，小心你家富你给自家娘谁的事就砸我。多多阿富家带给给家给物价个要二万个物，鱼鱼可以呢，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解决。我首先说，我这个行业有行业的，就是有它的管理方式。如果说你不爽，你可以强调要那个人不上来，是不是？然后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说你带人了，10块钱你说一句是吧？你或者说我对你不满意，我投诉你，我要怎么处罚你，是不是？这也是个处理方式。招呼都不打，跑下去一分钱不给，你都不理。做事是不是这样做的？
我这个车十六天就坏掉，我自己要去做检查，是1000块钱给你。小美过日个都哈付掉要你能干么用的？给你一年那保护你开车，该阿要收拾的，还是给得全家付你把一切这个钞票哈的。就是你首先要问他你可不可以带，如果说他不同意的话，你就问都不要问，你去哪里，你这句话都可以不用问，因为你要先尊重之前坐上你车的这个乘客，如果他不同意，你就不允许再带。如那么他同意之后，那么你再问你去哪里。或者说你们再谈价钱，这个是可以作为出租车的司机，我觉得这一点是最起码的一个素质，是不是？就所以说这点你也是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我是做的不足。小美过日呢啊，要咋个的活？但是乘客可以你虚假打无数，但是抚养给你个初创额呢，钞票付下给万个抚养给你点冷。那么给一点呢，给人家只拿了两五路，过过那过江呢，哪里啊路去？第一点。以后嘛，你也要注意的啊，这个也自己都要买个教训。第一点，你作为一个出租车驾驶员，下次碰到那个送外客的也有的，第一，你首先要尊重第一个乘客，要问一下能不能带。他如果说没意见的话，你再问他带哪里，我们这样会没话说了，后续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是不是？这个是你要记住的。然后你。今天你既然他带了你说上来快点，既然已经成默认了，已经你也同意了，他带到了目的地，你下车付钱是天经地义的。我不管你身边有没有零钱或者有其他原因，我不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第一时间要尊重别人，哪怕今天做了15块，你10块钱拿过去再说一声，我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零钱。他如果再拉扯你的话，我就说你的不对了，是不是？每个人要说自己的道理，你今天你这种行为才导致后续的事情。你一个你看看，一个弱小的女子，是不是？她身上都这里有伤，那里有伤，双方都要买个教训。第二个有的学会个取缔，无的个支持，那么给你啊人样同时啊，带我秀美得去以一切的个拜仪啊，富国给一个奖啊，让你个。那你先坐下来，腾阿家带货个自拍500的，小妹给了室友一招待吧。结果是呢，一年个车费要翻过西，日上里呢还掉瓦通天，给一年钞票只拿人家不一样。那么还是啊，该有区域呢，既有带货个白衣。此大家给个认识能解冻，第二个与你还有多种的一点，人类是学活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通过你一修以后，最后呢，付你给阿哥辞退，给有意见夺取你一切的一个钞票。今天嘛，现在嘛就谈了，就这个1000块是你提出来的，要赔偿你的那个损失费啊。他今天一天的那个今天的出租车也没开了，然后还要回去检查身体了，这个1000块是赔给你的。那么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你觉得可不可以？你看，解决不解决？那你觉得愿意不愿意？愿意。讲过第二个油，隔壁的日本呢，总是过我。这个是中冶三叉油，质量保证，口感好，送给你。谢谢。你回去嘛，好好养伤。是这样，隔壁的日本夫人熬一个，跟红子当家呢。找去康纳给来往的呢，我破壁受罪的。但是到多伦大姑娘，我能够走到你无锡那家，那么我家先生啊，能够是个日狗，会越来越邪。做顾生，你一定要遵守参考的意见。参考家不服从于你打卡，你阿家豁出；做不参考，你阿家那家顾生有哪子，那家就先以哪走。说过日狗的，我家那无时刻给你一个日狗，阿有会闹吧？忙街也是个客吧，那么给你个个客是作为在养以后呢去一个特别的个客，那么我你是顾客的话，估计做好呢个客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工作。他用中文是给你问你是个客客地之言，直接给你学给了五多的吃家，五多对面呢要给人生个客的许久变形的故事，客气对面的高空设备已将五的合法，那么给你啊他用于所要的各科各科的是无障碍的系统域名你家的白熊和桂雷，
各个自家公寓、家厂、瓦博、国有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列入嘴巴，是在张国科的每个楼上的楼栋加客语。他用今年的话，都在100多里码的最近的模拟高空运输系统，要与那个模拟系统的对称交互设置系统。那么，能够是带科技对面的加车王家中库，上水巨大王家楼梯。考场有原来的两个探头改成一个全球眼，我这样呢，我们视频监考员呢，有原来看两个画面，现在只要看一个画面。所以宫本案的讲解，通过众多的头奖生物，该是每个科学和科技的普遍愿望，还是估计科室我作为工作人员第一要毕业。所以线上科学呢，我能够做好一切之事准备，在科室当中能够取得故事的类型认证，就科学啊，科室用来。那么另外呢，我村的异国初代呢，免费接送科学的活动，今年呢也一岁是他举行。那么科学呢？如果在科室给头自家，你本年的准考证又可以免费参加这个车。今年也将是我村异国初代的彩礼参加以上入考活动。那么今次入考初代呢，由36部的区转所组成的，对于加同样的物作。那么初年同样物体以上编制，我给了科学呢可以如实无为同的。我们那个车队建立一个阳光车队微信群，就是比方我有的电话打过来需要哪个大酒店啊，需要我们这个免费车接送的话啊，我们接到电话第一时间在我们微信群就是通知嘛，他们接到通知他都会对那个地方赶一些那些相图跟那个铅笔啊，就是高考那个考场用的这些备用的啊，我们车队每辆车都放一份。到时候有需要了嘛，到时候我们驾驶员也会车队队员也会提醒他就是免费给他们用。一个初代的一个过山云呢，本中的年龄我是35岁，那么要再一年开出给那个过山云。那么同时啊，初代的话既有都退第五五样。祝考生今早提人加油。接下来我们出去。所以宇宙队是国有五多给了灭动力，这总在一个里上了一个梦想。开一季如无日的养护外，我给中联系政策的一曲。我你暗示了美老龙啊，该可能你把这张小队南河屯的雨里啊，是要给面上适应力大的。通过南河屯的养路以及给国中还用着张日脚的西游，那么直到他将给这个适应力解救之啊，李股长已经要3年多了吧？4年过年，李江马上可能打算给国家许多考务。有时候感觉很难很难练，可是呀，把它弹会了，你弹好了，就感觉弹起来很好听，很快乐吧。曲靖远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给你要给个五多初中毕业的叶磊，自我自知给别个养老外一晚呢，给把五大姑娘啊写去许多要见人的落药，总改个余力。可以说我们的世界里面只有声音，所以对声音的这块呢比较敏感，对朗诵就比较感兴趣。那你以后有什么梦想吗？想成为一名配音演员，在朗诵方面，有一些发展，希望。我在养老外策划的主办人来是那块子在挂，为了给这个养老外大哥能啊拉扎肉一点记忆的，把你积木整个是约一年的时间。阿年对你还给了三个人，特别是连咖啡比你的三个人呢，要改变一个舞的。同时，阿年对这位呢，能够带给了呀，要往家都给改。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有才艺的一些孩子，但是他们基本上几乎是会做一些盲人按摩师，就可能就说毕业之后就会埋没了他们的这些艺术才能。可以让这些有特殊才艺的孩子，比方说有些朗诵比较好的孩子，可以去电台去实习一下，感受一下电台主持人啊。还是主要还是要关注这批孩子。我来拉摩伊都是个不得一个在布施的南美翠长谢谢事业做小游的日子，养个小游费呢没住，还是你给那个屋里哪怕户户大，今目子布拉区以后啊，都西都能才来播翠长。副翠长今年在布施，是过生一年人，5月3日，给说国次家的多五多去了135个连老的去追我的每一毛，对于养老扩大给来火盆子那不要做次。
车长大屋里有哈里服啊哈里衣呢得保护掉的吧。车长在南江街的人手屋买给徐长呢越裂了铁路的些。要我不要做个木子呢对面要割去给副站长遇上霸王子我不给米子还歇息没有你下一代生的休息。越至于在南家一张越在给妈的一来飞吧。乐谷啊那把你啊我是做地的。车长呢上边的这位啊那你都露出个错别。你给妈的日来飞去靠哈给姑娘子长子少得。节目播了去以后与九位过去日能给 A 上上子呢母一送妈啊的 A 上去哈车长呢嘎嘎这些。我们呢是温州居士林的啊、哦、我们理事会就决定啊捐给你呢15000块钱给你女朋友治病啊。希望呢在电视前的那个观众啊也要伸出援助之手哦，帮助你女朋友渡过难关啊！好，嗯，谢谢。另外，还有五个是你外多，就五起，日区生九个女同志两起，生面个女同志一起，盲人个合上阿伯500，富楼门个合上了18500，车站个女朋友上门无空的是结果，还有了合上人呢，在济州医院的急车站，有三个富楼门子个合上人，中脚举了六起都来的个一上去，同时。A 上上是敲些本数没有生意一个女同志通过她是不 A 上去啊我买个人你举来把的她车长这下我你预付的是车长讲过的也必须有能够开悟人说真蛮好手术做的挺好的医生说是挺好的就是说病情也是越来越好嘛大家都是一起来开导她嘛要车长了那把你能都吃吧上台也符合能够做车长了一姑娘的就业设置蒙古你把老早有吧这再输个医院了，你得车长修了。起码等他手术成功之后稳定下来，才能去上班，安心上班嘛。那记录和大哥呢，个人话是个，讲的是个要来当新来老母来发扬，过日与红街大学比起啊，要把体检女婿新女婿，该下就比个居民和早来过去的那里带来许多副货币，日生活算是一等的有氧吧。那记录我呢，此时直接和日门高头头的点走。日门高头头找到日与红街大屋对面的红街北楼，一座大概是你没几个体格街呢，正好五米外那个。那么另外个街道呢，我要二个次人的走出八个，日时呢还要多出个自走次。那么这里还要呢女街的江子坝的故事。别了建议们呀、啊，我你个自家还来提杯子搞博士，好博士搞理哦，好理哦，家家大大来利用了呀，很容易来楼开我。那么肉肉一等的有氧吧但是最可怕的是呢木头的阶段和个死的掌握呢要来的可能我已经老吧我呢给借了呀还给上来我这再动大水手中就到对面去在这找的但是要给你去除可以通啊能干的能干的是别人打过来我找的都通找的是吧要五楼该对付我将军那个对付难道给五杀将军那对付难道本格难道会走点又不是该过去一种别人女婿去嘛当然照顾说是这些呢该过去一句了你那样给要在那等的噻所以我希望有关部门啊能早点把这个事情处理能让周围的居民有个安全的出行据我几十多种的给八戒据你自知劳动功呢日常工程规律是给自然能帮给挂提前给摆卖在给美呢给个的伙伴了呀假如能不年的居法接受是杀在路没哭你给没几个钱是里通日月瓦松日的的路和妇女水路那么给把这个接受呢是就妇女水路的路工程的一部分这个水质路在之江给了我已经得五把但是要我给个工程呢一件的第一件出的正对一方的还是能够给把钱呢只是那么合同工到体检母一肉这个预约房的那么给了阿州呢将子便女咖喱桌子将子处理同样给了你措施但是由于村里的第一条村的土地征地的问题啊还有政策处理的问题没有实施啊目前我们也就是督促锦湖街道办事处尽快把这个政策处理完成我们就尽快开工建设的北面桥梁我们的日门高头头呢也找到日语江湖高德高德把是世界副主任接下东面的瓜高德带有妇女水路的道路工程当中所碰到的侦查处理工作也是许多的角色的一直五十多年可得一件出做这件一个侦查处理工作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市里的这个确定的方案呢，和村里的这个期望值啊，和这个方案呢，这个出入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和村里人要进行积极协商，再一个呢，也要积极向市里汇报，啊，争取虹桥大厦旁边的微型铁桥这个问题。经我们了解到相关部门，这旁边大桥设计图纸资金基本都已到位，只是土地相关政策未处理完毕。那么希望第一桥这一边的村两委能够动一动村民们的思想，尽快来落实相关政策处理问题，把这个大桥建设好。毕竟这个桥建设好之后，最受益的还是我们本村村民。我娘呢对多部门能够联动，这也是与人针对侦查处理工作，那么上者得给把建立是热核。所以提过，也就是对一个日本运动会拥挤的体育姑娘学奥国比赛的开始。拥体育姑娘要日体育局日体育总会列为主办的，指的是玉门集上筹集一颗东山脚酒玉酒梦。预计市政府的布置，若今年次一直到六月十一号，还需要举办七人奥国巡逻坡等地到了赤眉田鸡社，这区运动会华人大大家处仍是第六座大会。这季免费体验当在给我的活动，每局中中出入体育局上的视角，哈达可能故意给虚弱义务的拥挤。走拥挤体育姑娘舞的第一站，那么提过啊，就愿你修改奥国虚弱坡。我你是整个要以七门的失去在坡的能力出过，你能走到的是老师是，你能走下个是热爱是，给别个背水放五公里可再公里连我。来龙一路南次过红江区，以后七人队，一来奶奶学以后的摇卡在沙中上修火，该是南次过初级在过以后来国外记录的一个头的成果。在几个的六月过夜外一枚，用过于居民屋以后的摇卡呢，离上等一组，阿沙南市最美沙石窑，正鹏小娃一些窑，南次过正鹏蒙秀退年窑当五大正鹏六月系列。那次过一家西药呢学在预改最有虚量的江区，预改西出六药都顾目的的给给都得美丽啊，能够大可能是预类与思绪。给你提过奥黑公寓方局子预大的呢，咱的预就是得列各家中国的举办一届要告你谁碰预预互利姿势的过作活动。以及国库可能通过国家的在这个预里，那么山东的系列五三年加也要加日本预约的国家支持支持。因为现在我们特别学生这块，包括我们社区，包括我们这块对食品安全怎么吃啊，如果发现在食品当中如果发现这个有毒有害的食品，或者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安检这类，或者假冒伪劣食品当中这块啊是非常欠缺的。我今天来呢，主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法律，一个是要知道法律食品这个法律知识，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现在部门的哪个几个部门来管它，啊，这个衔接问题就是行政与刑事衔接问题。第三个就是如何提高我们这个发现者的能力。接下来，奥黑公寓方局子与大队，那么浙江吉林啊，在你的点解在彭家鹏与发这个同志，我浙江学搞的这一区五多的举办，你这次要搞在彭与育的工业需求活动。日本与狐狸之水过作啊，有的呢认为国家的一致合本。那么给你年代啊，通过南科这个活动哈，认为一枚万家都给能出的日本与育的数据可点击多种客。一来呢，宇宙东火文化艺术的举办以及改红模样改舞铁锅舞动，那么以及啊即将要沙包门的都对能呢加虚无出过舞动啊，任务呢舞动多种的一点烈烈的红江戏。就介意啊，该舞台歌还有是呢，传统的文化的台歌，是可舞台歌的初生之举，也是遇上台歌的火势。福德大师有时候都头能他上头给的自家的揭露认识的预告，也有时候呢听的人机忽悠。他
用部门要给你开摩托车的给人过啊，结果碰上北京古要西古拉门可以开八公里，结果老西的古拉得五十公里也开不到。今年的五月份以来，他用市一派出所的人陆续接待了群众的北京，给了过日呢，但是卸去老吴的摩托车对面的业务无可马的只能为卸我，给了晚年是哈边的套路。其他居民也跟我们反映类似的情况，说他们停在小区楼下的摩托车、三轮摩托车车里的汽油都少掉了，原来可以开一百公里的，现在只能开到五十公里就没有了。而且这种受害人也不一定会知情，因为他这个作案的时候有个特征，就是说你这个摩托车里面油我不会把你全部偷光，我可能会放一半或者偷三分之一，然后有一些受害人啊，就是不大容易发现的。克鲁的这个事故既来忽视，那么市一派出所里啊有没可以进的店主张代给我给对话的高空五米的障碍利用的帮助日前呢对连个可疑的男的这个面了，那么啊有没做这里将来呢这个部给的老女演员以及部了连个得起一年能够升给或升级的澳门的一对给一个对付的职业人员给升得给这个接待派出所的店主。那么经过上山啊，给沙格朗我国的连龙一六年五月以来，也是记了学市一二区对面的或者偷摩托车对面的次要的发财日子。那么人家给个生意已将哈他用于工作的个样子就落吧，该省钱的或该省得的呢，要我没得你样子扎人的女人能把这次来某一给个预计把这打造张一博给铁柱多久。节目最后和大哥的哥哥提出五百预计日学各国语忙接都用得样，你就以后谁不杀去就不要账户或者是内务，好你都用得样，你就以后你就不得去要账户或者是内务，忙接的语的是你爱是啥来的干这样啊，你那样你看哪个是给你哪个是给把上个是个说上个是个字来两个不摸的我爷爷是过子不是来把这里通过卫生控的过贵重朋友，我们的节目首播的是来自曼尼亚学楼第二房。搞节目的意思人说，他可能可以登录东海膜，再来支持阿日本日来。今天跟阿日本客户日来，快他可能过来嘞。曼尼亚学楼第二房，再见。阿日本把张脚喝，不日来把波头摸，咖啡冷水长去朋友。娘一娘吃五脏，个服药上都吃茫茫，你要雷没妈妈过，咖啡冷水我脚吃错，你要抗难家具你呀得了么你再遇你狠和大姑娘和鱼可呼吸都过了八字不把脏脚喝不是了把波头摸咖啡冷水长去朋友平安喜气，阿弥是个过午窝。